Hello there, welcome back and welcome to another pronunciation video. And today's focus is on these words, word and world. 是不是很多小伙伴因为这两个单词的发音被折磨得很痛苦，吃饭饭不香，睡觉睡不着，掉头发还长痘痘？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因为这两个单词的发音而非常苦恼。比方说这个词组，相信有一些朋友会念成 in the word。Well, actually, you want to say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就跟凡凡一起来练习一下纠音吧。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区别就在于 dark L 是否存在。那么相信很多小伙伴之所以世界这个单词发不好，就是因为你不会正确去发 dark L， 并且在发音过程当中失去了它，就会把世界这个单词发成 word。但是呢，我们首先发音练习，先从 word 这个单词开始。我们先练习一下这个单词当中的这个长的元音。它在发音过程当中和中央元音 a 的口型是非常像的。除了这个音长比较长之外呢，那么在发这个长音 a 的时候，舌头中部会隆起，它隆起的程度会比中央元音更高一点。此时呢，舌尖是朝下的，并没有上翘。好了，我们试一下这个音 好了，我们再把这个元音放到单词当中来进行发音，就把单词这个单词的发音来试一下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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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注意，这虽然是一个单音节单词，但是呢，也是本身有节奏感的。也就是说，不要念成我们汉语的这种 word 这种发音方式。我们再试一下 ，word word word。OK， 重点来了。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世界”这个单词。它的难点就在于在 word 当中加了 dark l 这个音。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音，不知道如何去发的话，请看我的这个 dark l 教程，非常详细，全是干货。那我们就使用在那个教程当中凡凡带大家练习过的方法，就是在 word 这个发音起始过程当中，后面慢慢加入 dark l 这个音。那首先呢，我们再把 dark l 这个音再试一下，还记着吗？为了发好 dark l， 首先你的这个舌头后部要往后扯，也就是让舌头后部隆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舌尖要上翘，趋向于所谓的齿槽。这个时候发出的一个怪怪的介于辅音和元音之间的音就是 dark l。 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我们在单独练的时候呢，这个肌肉是非常紧绷的，然后呢，你练多了之后，舌头还有喉咙这个地方会觉得比较酸痛，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你在培养自己所谓的肌肉记忆。但是在自然流利发音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肌肉紧绷感是不需要这么强烈的。当发音流利，舌位正确的时候，这个单词就非常自然轻松地发出来了。好，下面呢，我们先从 word 这个音开始，在走的过程当中慢慢把 dark l 加进去。好，我们试一下 wow 我们发现在起始的时候舌尖是向下的，但是为了发出 dark l， 除了舌头要后扯并且上翘，这个时候呢才能发出这个 dark l。 好，再试一下wow 听到那个音了吗？我们再试一下，一定体会你的舌尖是这样子的，上去了 wow 这个就是 dark l。 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顶一下这个齿槽，这样方便大家找这个 dark l 的这个发音方式。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辅音的加进去 world 好了，我们再试一下单词这个单词的发音 word 好，我们再试一下把 dark l 加进去，把世界这个单词发出来 worl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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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听到这个音了吗？ World, world. Okay, next, let's do some pronunciation practice. 那下面呢，我们就做跟这两个单词相关的句子还有词组练习。先看这个，非常简单。我在练的时候呢，我先会从单个的单词开始，然后再扩展到词组，然后找好连读还有轻重读和语调，再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好了，一起跟我来吧。 Word Word Have Have Half a word Half a word Can I have Half a word Half a word With youWith you, with you.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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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一个名字加进去就是 Fan,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Jim,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Mark,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词组。非常简单，我们一定不要再念成 in the word 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先可以以慢速的方式来练，就是 in the world， 就把这个 dark l 加进去，好好体会。然后呢，可以慢速练习，再到中速练习，再到正常语速练习。好，我们再慢慢的试一下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World, world, world. 好了，下面呢，我们以稍微正常的语速来进行。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下面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词组。好，我们先念一下第一个单词。Around, around, around.The world. 好，慢慢的试一下。A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在念这个词组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个爆破音的稍微失去一下。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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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Okay,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